的这个创业的项目啊，跟前面几位讲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可以，这些项目都可以说大家来找我们吧。我好像不好意思说你们都找我吧，因为我是医生啊。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讲医生啊，这个我这个创业改变了什么。我今天更多的是分享我自己改变了什么。其实大家跟医生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就是其实你们一辈子是离不开医生的，对吧？从你们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对吧？从最后走的日子，是吧？但是这么密切的一种关系，但是生活当中医生又非常神秘，我们的语言系统好像跟你们也不一样，是吧？你们说肚子痛，医生怎么说？是腹痛，对不对啊？你说腿肚子疼，医生可能说这是非常肌疼痛，对吧？你们说哎呀我有了，医生说妊娠，对吧？冷冰冰没有任何情感的，对吧？实际上对医生这个职业大家都抱有很大的好奇，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也许你对医生有更好更深入的了解。都认识华佗吗？华佗都认识吗？认识的请举手。那再问大家一下，华佗是在哪家医院工作呢？没有人举手了，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华佗他就是一个医生，他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医院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讲，他是自由职业医生。那么我也是一名医生，那也有人问你怎么证明你是医生，他觉得很奇怪吧，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吧。事实上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在前年我在美国从旧金山飞到Houston 那个飞机上，当时飞机上出现一个状况，一个老人就是突然的出现状况，人很难受。那么他飞机的广播说，哎，我们飞机上乘客当中有没有医生护士，然后有的话我们这位老人需要帮助。所以当时我就赶紧上去了，结果上去以后他问你第一句话，你是医生吗？我真的证明不了自己是医生，因为我没有带任何证件啊，没有带任何证件，所以无法插手到他这个病人救治。当然幸亏那天有个美国的护士，他带了证件啊，他后来去处理那个病人啊。所以那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今天把证件都带来了。我们这个医生啊跟你们行业还不同，你们很多行业比如工程师啊或者什么其他行业只要一个证就够了，我们医生一个证还不够的。这是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就是说你是有资格做医生的。那照理说这个就够了吧，我是医生了你就可以去看病啊，可以去行医啊。事实上是不行的，事实上不行的。还有本证，绿色的证，叫医师执业证书，也就是说你是医生还不够，你必须得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才是你行医的地方啊，所以他有注册的地方写在上面啊。这两本证还不够，还有本证。所以做医生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的高级专业技术职位资格证书，就说你这医生是哪个级别的啊？医生医学院毕业以后啊，你要经过5年的住院医生的训练，才晋升到主治医生，至少5年，然后主治医生再经过5年的训练，至少5年晋升成副主任医生啊，主治医生再到副主任医生，然后副主任医生再要经过至少5年的临床训练，经过考核再晋升到主任医生，像我这样子，所以应该说是一个老医生。但是我这个老医生碰到了一些新问题。去年吧，也是坐飞机。是到一个城市去开一个学术会议，然后飞机上同样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一个老人晕倒了，在后排的一个老人晕倒了。然后呢，我呢是从美国那次经历以后，我就身上就带了那个证件啊，我知道随时可能要上阵的，对吧？所以这次我就很积极的上去，我亮亮我的证书，就是然后跟病人家属进行交流以后，然后看这个病人的情况，
我判断他是一个低血糖，体位性低血压。那么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脑供血不足，他晕厥了。那么当时经过我的简单判断，然后给他一些简单的处理以后，这个老人就很快就苏醒，而且恢复得非常好。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隐患，假如这个晕厥不是因为低血糖引起，我万一发生了错误的判断，老人发生了事情怎么办？那我肯定要吃官司的，啊，那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这本证上面，医师执业证书上面最后一页就写了一点：医师必须在规定的执业地点、类别跟范围进行执业。什么意思啊？他从来没有同意过说你可以在飞机上进行行医，是吧？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我做了20多年的医生，你是一个外科大夫主任医生，但是你不能在你这个本子上写的地点以外去看病啊，甚至在你家隔壁的医院看病都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对医生来讲是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大家可以知道，就在中国，我们的医生99%以上的医生，他都隶属于单位，他是单位人，啊，我们都有事业编制的，属于事业单位的人，他不属于社会，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医生他无法再通过自己的技术在不同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这个医疗服务，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的现状。那么我呢，从2012年的年底。是脱离了这个体制，完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社会人，然后呢，变成社会人以后，我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行医，所以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我可以视为一种创业，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是我2012年的12月9号在微博上的一条微博，这条微博当时一夜之间大概转了2000多条，啊，2000多条。只是我说了一句话，说我将离开体制职业，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的路子，啊，实际上我找的是老路，就是华佗那条路，对吧？并不新鲜，对吧？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大家知道，一个医生长期在体制内，啊，工作了20年，他要完全脱离这体制，他会面临很大很大的顾虑跟挑战。那我是怎么克服这些东西的呢？啊，实际上我得感谢我的创业启蒙老师。我的创业启蒙老师是谁呢？是我家的小元宝。这张照片是出生的大概不到24小时。我们是在怀孕建档期间呢，是在公立医院三甲医院，而且我们走了很多特需的流程，而且托了人。但是后来整个流程给我的感觉还没有产生非常的好的信任感，所以我们就决定到一家私立医院去生孩子。那么到私立医院生孩子呢，这里条件也很好，他的病床里这个就家庭式的一个分娩床，这个床在你要分娩的时候，它就是变形金刚一样的，自动就变成一个产床了，所以我呢始终就在里面。所以整个我家的小元宝出生的整个过程，我就站在旁边陪伴他们，陪伴他的妈妈。然后整个过程出来，我是全程的目睹了整个生小孩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虽然我自己是医生，以前也看着人家怎么生小孩，但没有感觉。这是碰到自己家人，非常震撼。因为这个每一次的宫缩造成的这种疼痛，每一次他用力摒气的时候，他满头大汗，然后这个孩子就一点一点的挤出来，而且很难看着他已经出来一半的时候又一下子停住了，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出来非常的艰难。到最后这个小孩子出来的瞬间，那个医生把他拎起来倒拎拍了一下，这个孩子倒拎的时候一只眼睛突然睁开来看着我，看了爸爸一眼，而且他脸上还是有羊水的那种，那一眼对我震撼太大了，就觉得忽然一个生命就降临到这个世界，而且他对这个世界毫无所知。所以那天晚上
他看我这一眼始终在我脑海里面，晚上我也在陪在同一个房间，我都在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我们的医生的劳动解放就劳动力实际上禁锢在一个体制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释放我们的能量去为更多的病人服务，或者我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始终过去困惑我的一些问题我都在回想，我想我假如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病人会不会追随我？我们很多的社会上的很多的病人，他看病是看医院不是看医生，对吧？就像我们协和这么大的医院，很多病人他不知道自己去看哪个医生，他只是看到那栋大楼那个名气，那么想，那你脱离了这栋大楼以后有多少病人会跟随你啊？这是一个困惑的问题。那么第二点，你作为行业内的有最高职称的医生，包括你在业内很多学术团队你都是任到一个重要职位的医生，假如你离开这个体制，会不会这些荣誉这些职位那就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你顾虑的地方。还有你出来以后，你的科研、你的养老、你的医疗，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足以让你困扰你。但是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孩子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几乎没有任何能力的一个孩子，他就这么勇敢地来到这个世界，他将来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一定是通过他无数次好奇地去探索去摸索，他就成为一个成年人。所以我在想，这个孩子出生对我的震撼之处在于，当我成长以后，实际上我对世界的这种好奇心、一种探索的精神、一些勇气，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被磨灭掉了，磨灭掉了。所以那天晚上想了很长时间，迷迷糊糊的早上醒来，看到窗外太阳就照到这孩子脸上，照进来，这孩子睡得很香很香，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畏惧。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得走一条不同于寻常的路，我必须向孩子学习，必须去探索这个世界。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创业。在走出体制去创业的第一步，我是做学习如何做医生。大家会很奇怪啊，你这个20多年的一个教授主任，怎么还要重新学习怎么看病呢？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看病。原来要半夜起来挂号排队，病人看到我非常难，为了找我手术排队要几个月时间，对呀、啊。然后这个床位什么时候有不知道啊？那他手术接受以后，如果有什么状况再找医生，这医生就找不到了。那这些所有的这些过程，在我创业当中，我重新要学习使用一种新的方法，让这些病人看病非常的便捷、安全、舒适，啊，比如像病人生了病以后，我们不需要病人马上跑医院，这是我们开发的叫邻家医生，一个基于微信的后台，那么病人就可以通过微信就可以把自己的病症或者自己的一些描述传给医生。那医生做初步判断以后，可能说，哎，你这毛病不急，你可以暂时在家里观察一下，或者说你要到医院来看很方便，在这个上面可以挂号，这个挂号就像你们电影票选座位一样的，哦，几点到几点医生这个时段刚好有个空位，我就点进去，所以你不需要大半夜赶到医院来看病，你只要在你预约的时间提早5分钟你到场，然后后面的病人是在你结束之前他刚刚赶到，所以整个医疗的环境一定是非常安静而且非常有秩序。另外就是给病人我们有充分的30分钟的诊疗时间，过去的3分钟看一个病人，没有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能够在3分钟能够给病人一个最好的医疗的判断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那么在我创业的过程当中，我逐渐地改变了这种状况。还有就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关注细节啊，大家知道外科医生相对比较粗犷一点，粗线条一点，但是走到体制以后我开始关注细节啊。那么这些细节包括对我团队的这些医生怎么样保护，大家看这个照片，看我是工作的照片，
比较酷啊，像外星人对吧？你们可能觉得很神奇啊。可能其他医院的公立的医生一看啊，跟我们一样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大有区别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区别不是在于我戴那个花帽子，为什么？大家可以看美剧吧，医生为什么戴花帽子？有很多说法啊，其中一点就是医生手术室里的气氛太凝重了，所以需要一些花帽子来缓解一下，缓解。还有就是有些医生口罩一戴认不出来了，那么这个医生喜欢戴这个帽子，可能就一下子认出来，对吧？那么这个不是主要的。最主要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口罩上面还戴了一个防护面罩，透明的。大家知道有些病人他患有一些病毒感染性疾病，比如说艾滋病，比如说乙肝，那么在医生操作的时候这个血液很容易就喷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面罩的话就可以保护医生啊，保护医生。那么从眼罩再下来，我们的手术裤，这叫洗手衣，这个裤带设计的非常低，在膝盖下面，啊，我们因为我们医生有时候要在手术的时候，同时要兼顾到外面的急诊，或者是病房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有部分医生会带手机在自己的身边。那么过去我们会碰到非常尴尬的情况，啊，就是假如医生的手机放在胸口或者放在这个腿上面的口袋，一旦响起来的时候。很尴尬的情况是护士会手伸到那个消毒衣里面，在医生屁股上啊胸口啊摸来摸去，非常尴尬，对吧？而且这个手机距离离这个手术的台的距离非常近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污染的危险。所以呢，就是这个小小的改进，这种细节的改进，它离手术台有一定的距离，然后护士打这个也非常方便。另一方面的细节是对病人的保护啊，在我们的洗手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洗手槽这个龙头会有什么区别吗？跟你们家里的龙头啊，很多人觉得没区别，很多公立医院也觉得没有区别啊。实际上你看它有个曲度，这个曲度是防止这个你洗手的时候这个水能溅到你身上来，那么会造成一种污染，那么它就小小的一个角度的倾斜就可以减少感染率啊。所以这是我们这医院在设计方面的一些特殊之处。另外你看的医生戴的那些手套，跟平常的手套，跟一般的医院手套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无乳胶手套。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群当中，有1%的人可能对乳胶会过敏，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对未来医疗所特别强调的一点。当然，我们在很多的细节上，就是给病人倾注了很多的细节的关怀，啊，所以病人的反馈非常好，也慢慢的打消了我原来的一些顾虑，啊，现在。来自海内外的患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然后我就开始想，哎，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很受患者欢迎的外科医生，而且是一个专科外科医生，假如我能再找到10个专长、20个专长、100个专长医生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医疗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我就以自己的经历准备去筹划一个医生集团啊，这是我的一个创业的目标，而且正在实施当中。也正因为我这些勤奋跟不断的思考，啊，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奖励了我1辆车，啊，然后我就把这辆车带回家。那我想到的是我的创业启蒙老师，啊，他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就讲到这，谢谢。